各位小朋友、各位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早好。我想我们小朋友就很高兴、很期待啊。那我们4月4号要在卫云举办我们这次的这个5.1夜72变音乐会。那我们会感谢台湾大哥大，还有我们这个我们凤信啊，凤信有限公司啊，跟县里这边我们一起来这个我们来协办。来举办，那记得2年前也是台湾大哥大来举办，那时候是风靡全场。我们那次是国家，湖南的，我想这个大家会很期待。去年是湖南，那前年也有吧，也有，所以每年都到我们卫云来。我想我们非常感谢这个企业来赞助艺文，这个是非常好